奶奶，你等我一下。爷爷，你能帮我做一个漏勺吗？你要干嘛？我想送给奶奶。好，我去做。小手长大后再没有跟你要过拥抱，年幼的我在你背上留下多少欢笑，可现在回家才发现你们悄悄累弯的腰，多少次把我扶起转身又摔了一跤。爷爷，漏勺做出来大家会点赞关注吗？应该会有吧。奶奶，你用这个吧。好，真好用哦，你是支持所有人吗？爸妈能有人回答比啥都重要。